三年入行，五年懂行，十年称王。其实每个行业都很难。料的前后，这是前后，这边是左右，都可以调的，就是调它的长短和大小。这一个是调节，就是弧的长度，明白吧？木柄如果长度有差距的话，就可以调这里，它弧的长短不一样，就可以调这里了，可以调的。这边啊，这个气缸可以调整的，这是调节这个宽度，你打比方用两寸的或是四寸的，就调这里就可以了。这是新款的切料机，就是视频里那一个。